读者当中，他在这个三铁道是在中间一个铁道，他就中间最后就是拐到了，他就喊我人家小哥你哪位吧，我就说说哪位。那老来隔后呢，他隔后就是找我，说我把他铁道拉坏来了。什么？好心去扶他，竟然还被讹，这可怎么办？这名男子无奈之下报了警，民警调出了当时的监控，证明了男子的清白。幸好有监控声张正义，不知道这位老太太的作为会不会伤了这位好心人的心呢？人家呀，心胸宽阔，坦荡得很呐。但是我到这个地方，我认识到了个的，我想中央，我肯定会拦着。